他现在在认人，你知道吗？有，而且他要笑了耶，你看，真可爱。看到漂亮阿姨就会笑，很大气的，太可爱了，阿姨就会笑，还可以跟你不错。对呀、啊，妈妈更漂亮。我们先看一下就是婚纱的那个图片，好啊，这边好不好？就上次有跟你聊过，对对对，然后看你比较喜欢什么样的款式。好啊，这边先请你看一下。妈，你可以帮我看。嗯，贾妈妈给一点意见。我是老派的，老派，不会啊，不会。你们先慢慢看，好，有那边有水，因为里面有一些就是有蕾丝的款式，嗯，然后。主要风格如果有一些细节的话，宫廷感觉这比较宫廷感，因为它那个袖子是喇叭袖。你这样阿姨会融化哎，不要这样一直看我。你也要不要挑一下？帮妈妈挑，是不是？妈妈在这里，一讲妈妈就看到，好可爱哦，太可爱了。这款比较现代巴洛克的风格，嗯，这比较现代，对对，因为它上面都有金色的钻片，嗯嗯，所以比较不一样。所以你现在看到就是说，等一下我都可以试，对，都可以试，都我们就是春夏最新的款式。你建议我，你觉得我是适合你？你个人，我觉得你很漂亮，我觉得基本上你穿什么都很好看。但是有一款我觉得我们这一次卡肩式的一个湖水绿的白纱，我觉得你穿会很美。湖水绿的白纱，嗯，它是湖水绿染出来的一个颜色，这么特别、啊、这款哦，我觉得它的气质很好，嗯，而且它上面的蕾丝衬托得很漂亮，嗯，又很特别、嗯、它这个是 连在一起，它是一个卡肩式然后披风的设计，可是一般披风我们都是从肩部往下滑、嗯、可是它这个就是卡肩然后后面有个披风，嗯，它个比较小，比例好比较重要，嗯，你忘了我是比例很好的几头身的九头，看貌似跟你一样啊，啊没有，然后这款它是鱼尾的婚纱款式，嗯，然后这个款式的话基本上都是手工贴的蕾丝，嗯，然后下面是软纱，嗯，很适合春夏的一个味道，嗯，嗯，这个它的背后，对，有点性感，可是又很高雅。其实他们的这一次的每一套都很好看，这个就是比较年轻，这个也蛮好看。这个有点粉肤色的婚纱，嗯，它比较不像那个正统的那个传统的，不太一样。这个都很漂亮。然后刚刚那一款它是喇叭袖，然后下面是镂空的设计，嗯，这个也对，我觉得你蛮适合。怎么那么乖啊？嗯。超乖的，都很好看耶、欸、老实说、欸、湖水绿那一款你喜欢吗？很好看，可以啊，喜欢吗？试试看，也还不错，只是比较不像婚纱，比较不像，因为它比较现代，可是又还蛮古典的，嗯，如果要比较婚纱的话，像你这边看的一些大风裙，像这种，哦，对不起，嗯，这个风裙式的、这就很婚纱、就是像对大风裙的，都 OK 吗？嗯，因为都很好看，所以他才觉得都 OK。我们来试试看好了。你气色真好，真的吗？嗯，谢谢。这我就说他气色很好。